长点了六个班。今天是我们踏出我们公办民营来第三年，也是我们开始向上的一个时节。我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伙伴，今天没有他们，没有叶明国长的今天。我也期盼我们所有工作伙伴兢兢业业，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。我心里所有的同学像一块海绵一样，在这六年、五年、四年中，把所有老师这边教你的东西，把叶明最好的精神都吸收起来，把他们榨干，然后你们非常非常的强壮。谢谢所有的家长，记住每一个同学身体健康万事如意。我是岳宁国小校长，我的名字叫做黄建荣，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岳宁国小的大家族。一年高班的小朋友，我们也校班的小朋友。你想在开学典礼的时候跟全校的小朋友讲什么话？在这里的学校很幸福，我喜欢这个学校，有空可以到四年级来，可以在这里学校很开心、很幸福、很快乐。希望可以跟就位新生，然后我们学校的人一起玩游戏。希望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把两个字放在心上。勇气让我勇敢，探索世界，尝试新奇的事物，勇气让我们不会期待，不会害怕失败，愿意一试。Thank you.
吃的哦。